工程师，请开始做事。刀子，干掉！过去一点，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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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去一点。我的喵啥小啦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又来了。看到我这个画面，就知道我们要再介绍一个最好玩的抽象网站 Skin Club。那 Skin Club 呢，我们也介绍了好多次影片，没关系，我们在每次都要介绍，因为这是一个不错很好玩的抽象网站。那 Skin Club 呢，它是用公平证明且受欢迎的 CSGO 的开箱网站之一， CS2 里面所有的武器造型，那你可以在这个网站上面安心的储值然后抽箱。那 Skin Club 呢，它是一个可靠而且知名的抽箱网站，你可以在各个CS2 的比赛上面看到他们的踪迹，而且他有许许多多不同的抽箱的玩法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们在影片中一一的跟各位介绍。那 Skin Club 呢，他有提供很多的武器箱的变化，比 CS2 官方里面呢有更多的武器箱的变化，随着你的喜好，你想要的造型来去抽箱子，然后可以有更好的皮肤获得的机会，然后有更优惠的武器箱，然后有多样化的游戏过程，有很多不一样的玩法。它是一个公平公正的一个抽箱网站，大家都是不用担心的，因为这个我们介绍很多次，我自己也玩过很多次了，所以大家都不用担心。那在介绍之前，还是跟各位提醒一下，抽箱这种东西呢，不管是官方的也好，或者是网络的抽箱网也好，大家都是切勿上头，大家都可以抽到心目中想要的刀子或者是枪的各种造型。那主要的玩法有开箱，然后升级战斗，然后还有它还会在各种节日或是不定时的 发起一些活动，然后也有排行榜。 OK， 那我们马上进行我们的抽箱环节。今天大家又想要看什么样的箱子啊？太多选择了，这就是我刚刚讲的啊，它有各式各样的武器箱的选择，就是快过年了嘛，可以总是有一些红包啊，还是年终奖金啊，我们这里有更好的选择，抽 skin， 先小试一个。P250，有看过前几支影片都知道啊，抽到这个不用担心。为什么呢？虽然说我们只用10美只换到3美多，但是我们等一下有一个升级的过程啊，那才是真正我们要开始认真集气的时候啊，所以这个大家别担心。偷偷跟各位讲，我是海豚啊，鲁夫不会让我失望吧。哇，手套还差一点，感觉再一个，再一个，手套差一点呢。刀子，太可恶了一点啊！三十块的怎么样？就是我玩到现在好像也还没，我就我有升级到过刀子，但你说从箱子抽出来的好像还真没有啊。工程师，请开始做事。刀子吗？干！哇，90哎！啊？啊？这是烟是突然涨价的吗？90呢？血赚呢？改灾箱有机会中呢 ？Go！ 刀子刚就在旁边呐、啊！啊！要把刚刚这个烟赚回来的又丢回去了，再换一个。这把红色 M4 我其实也蛮喜欢的，应该工程师会小小的发力一下下吧。来啊 ，M4！ 喂，哇，这把还要61耶！哇，今天感觉小赚哎，虽然说不是中大奖，但是感觉也不错哎。
这也是我们的 Skin Club 有支援许许多多的储值的方法，你可以使用呢信用卡、银联卡，甚至是加密货币，或者是 PayPal 等等一大堆。我觉得应该要跟人家 battle 一下，挑一个不要太高的，像这个五块的，我们就可以加入。就是感觉大家都是赌徒，你知道吗？谁赢？哈！这样就他们赢了、啊。这样子赢的人可以把你刚抽到的 skin 全部收到你的物品库里面。我们再一个哦，赌这个其实蛮好的，因为你有很多便宜的 skin， 然后拿去升级，升级到东西你就觉得心里很爽快、啊。我们的战局开始了。我靠，这怎么赢？他一直拿15，我的天哪、啊！哇，他直接拿了一个这个就血虐了15哎、欸！重点是什么？他拿5块赢到15块啊！哇，今天感觉不是我们的那个 PK 局哦，我们还是来升级活动吧，这才是我们真正喜欢的。你比较没有这么重义的 skin 先放上来，选择你想要的东西。像我都是用 1.5 啦，因为 1.5 倍的话通常几率比较高，然后就慢慢玩上去，这样很爽。冲！60%应该不会让我失望吧？可以。然后你就可以再继续哦，你可以 1.5 两倍这样洗一些你喜欢的，你也可以直接两倍啦，可是我觉得两倍40%几率，我自己觉得太低。我会从60%开始，会赢啊！有没有？这样子我们刚小输的就有点小赢回来喽。抗问野兽，冲！60%，敢票过去一点，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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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去一点。这就是我说的、啊，切勿上头，又把这些东西输回去了。我们刚应该要忍耐啊，就把美好就停留在这一刻。哇，心脏好痛！但是你看哦，小赚哦，我那一天上一部影片，我赢到了这个手套啊，然后今天我用箱子抽到这两把，对不对？属实不亏，你可以直接收到你的物品库，又或者是继续拿来升级等等的，反正有一大堆玩法。大家知道这个 Skin Club 该怎么玩的吧？那大家还是最后老话一句。小玩就好，切勿上头。这个大家就拿一下你过年的红包啊，年终奖金啊，可以拿个一点点，那个10%、5%、5%出来玩差不多，对不对？好玩就好。那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，身体健康。那我们下一支影片见，拜拜。